俗话说，人要衣装，国要金装。尤其目前市面上琳琅满目的产品中，外观的包装设计更是吸引人购买的重点之一。而这些如此多样化又不同款式的包材，全都来自这间专业基层代公司。公司自2003年成立，以优化经营、品质满意的宗旨为所有顾客服务。创厂以来，我们公司主要品质第一、技术领先、回馈社会的永续经营的模式，业界唯一工厂直营的实体门市，产品设计、开发、制造、包装，提供多样工版包装服务及少量客制包材服务，符合落实的规范，以绿色环保为主要目标。近年来，绿色趋势与食品安全意识抬头，公司推出绿色包材 3.0， 并在包材的强度与结构设计上减少用料量，进而避免对资源和能源的浪费。包材 3.0 主要都是以无溶剂、无胶水方式去做一些软性包材的代型。那由于国人与先进国家对于食品药品安全的监管重视，我们利用无溶剂复合的技术降低溶剂的残留，减少空气中的有害浓度，减少大气污染的问题，实现了健康安全环保共存的优势。公司与国际印刷机大厂合作，引进最新大型数位印刷机，其中的电子油墨属无毒无味，因此在生产过程中，机台人员可避免受有机化学溶剂之危害，改善员工的工作环境。我们 HBIN 这个油墨跟一般的油墨不太一样，我们是属于电子油墨，是经由我们的纯墨，再加上我们的导电液以及影像油，去经过我们的电脑做等比例的计算之后，上到我们的上墨系统来做我们的配色的动作。电子油墨呢，它比较特别，它是属于就是环保无毒的油墨，甚至于说它的油墨呢，在它的内部有回收系统，它会让我们的油墨去做分离，成为无毒的东西在做排出，对我们的环境更有比较大的保护性。利用最新大型数位印刷机，公司可以不需额外安装硬板，减少板费的支出，并使用电子成像技术，具有高印刷品质及精准的套色呈现，可以在一次性印刷的流程中印制细腻程度不同的细节。数位印刷的优势跟特点是它可以少量多样化的选择，拼图起来是宜然的地图，这就是属于数位印刷它的优势跟它的特性。那另外一款就是宠物袋，它有四款的造型，那它一次也是定做3000、5000的方式，以凹版的方式它是没办法呈现而且制造的。目前公司有提供数位印刷的服务，可以少量批量，降低客户端的成本跟库存，然后也不会浪费原料，提供客户完美的客制化服务。2018年以造型设计款凸式气阀一颗金仙豆，同时荣获红点设计奖及 IF Design Award。透过凸式气阀的设计，让咖啡豆的保鲜更有帮助。那我们这最新的设计呢，比较不一样的特色在于，把这个气阀的做一个外显式的一个设计。那传统的可能都是隐藏在里面，外面只有打几个孔，我直接把咖啡豆露在外面。对，那让这个东西一看就知道，它是因为气阀通常都是针对咖啡所使用的。我们还有另外几个选项，就是我们可以帮客人定制他想要的 logo， 像这种设计有没有，它就可以很有特色的展现出这个咖啡袋的价值。在包装技术日益求新及市场竞争下，公司未来更全力投入环保包材开发与研究，并希望为客户带来种类多样、高品质，并且设计独特，且让大多数人都可以安心使用的包装产品。